太尴尬了，来接萌萌放学，没带雨伞也没带雨衣，突然下雨了。你带没带雨衣呀？带呀。你咋没放书包里呢？不是每天都放吗？忘了。完了，咱俩都得挨脚。这给我浇的不行，雨下大了。领萌萌上肯德基里边待一会儿吧，让他在里边写会作业。等一会儿雨如果停了的话，我们再往回走。要是没停，就让小李同志下班正好路过来接我俩。浇湿没？啊，头发湿没湿？都给妈妈浇的。外边这雨瞅这样不能停了。先吃点吧。怎么还转圈吃呢？消灭了一个汉堡，继续写作业。为什么要乘以四呢？你好好想想，乘以四对吗？咱们现在说它的长是18厘米，对不对？咱们标上，它的宽是12厘米。我让你算它的长怎么算？12×18。12×18是啥？长。那是不平方米吗？怎么又变长了呢？刚才上一步你就给我整个200除以8，我都不知道你那200除以8是啥意思。那是200×吧。临走了又来个冰淇淋。行了。你一会儿上你爸爸车，妈妈骑自行车去啊！我也想跟你。你一会儿拉倒，我轻快点儿，你坐你爸车。嗯。我骑车就回去了，走吧。好。嗯。到家了。啥时候到家的呀？早就到家了。你爸呢？在车里头呢。还别说，小李同志给我安的后车筐还挺有点用的。来。先这个拎着吧，我背着吧。他作业都写完了。对呀。嗯呐，闻到香味了，是不是炸鸡蛋酱了？又有蘸酱菜。这是炸酱了呗。啊？炸酱了，在楼道就闻到味儿了。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看。拉倒。呵呵。用不用呢？我今天不用。啊。用啊，还不用啊？你自己做的？买的。啊，我寻思在家做的呢。开饭喽！哎呀，还有水煮花生呢。尝一块儿啊。红糖的吗？大枣，我红糖。大枣是吧？嗯，我吃吃。你这饭粉有点多呀、啊。啊。红糖不吃了。他说他一会儿吃，吃了一个汉堡了。放学就饿，放学就饿。天天回家进屋第一件事就翻吃的。我也要一点，你给我掰一点。我刚吃一半呢。我吃呢，就掰，我掰一点。来吧，来吧。太多了，来。那找给你啊，我不想吃这个。今天咱俩鸡蛋酱，咱俩菜挺好的啊。嗯。那大蒜呢？嗯，拿这个。